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我认为的好音乐能够净化心灵，释放最真挚的感情，无关歌曲的难度和技巧。天作之合，先声夺人，浙江卫视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三季，我来了。盼望着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三季定档了，三座之合，先声夺人，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地话筒式官宣了。用声音传递情感，用音乐表达态度，在融合中突破，在创新中传承，以歌会友，不负时光。音乐合伙人胡彦斌、张韶涵、胡海泉、周深、周岩与我们相约，3月11号起，每周五22点与我们不见不散。终于等来了，或许有人对这档节目不会那么期待，但是声迷们是非常期待的，因为有最爱的周深参与了。平凡的一天，庆祝每虚度一秒，夺冠的一瞬间，眼里含满了骄傲，成就飞向了太空，仰望天空。有网友说，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宝藏男孩，可能就是从那首《欢颜》开始吧，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少年，喜欢上了他的嗓音。他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好成绩，为他开心，为他骄傲，所以不想错过关于他的消息，只要是他参与的节目一定会追的。周深首次参加该综艺还是挺令人期待的，周深的能力越来越强，完全可以担任导师了。天赐的声音三早早邀请了他担任音乐合伙人，其实就是导师的另一种称呼而已。该节目对导师的能力有比较高的要求，既要对选手进行指导品评，还要与之合作，展现出最精彩的一面。天赐的声音三有了周深的加入，这个节目肯定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，期待着他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，也很期待与他合作的人。胡彦斌、张韶涵都有各自的优点，同样对他们很期待。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抬头，快去战胜，回首，你在我左右，期待你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无悔在放肆狂涌。因为年轻的心永远年轻，年轻是一往无前，直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再比失败多一次的站起来。未来周岩，中国内地嘻哈饶舌男歌手，真正关注他是在《我们的歌二》中，看他的外观就很有自己的特色，有点江湖气息。他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歌者， rap 充满了中国味，说唱实力非常强，在演唱流行歌曲时唱腔稳健，唱功也十分优秀。他个性率直，又有铁汉柔情的一面，期待他的表现。次的声音第三季定档，与周深、胡彦斌、张韶涵、周深不见不散。合伙人、飞行嘉宾、选手已经集结完毕，天赐的声音三将在3月11号开播，又是一场音乐的盛宴，好期待周深的表现啊！不知道小伙伴们会期待谁的表现呢？
连乐器都买不起，只能吹叶子，能那么贵吗？